哦，你看，原理啊，把那个树干呢折弯成这个样子，要用那个软的铜线，软软的可以折的铜线的呢，从小小颗就要开始折了、哦，先把它绕45度角，这样一直绕上去，弯上去，绕好以后再转，再把它转弯，转弯，转弯，慢慢转，转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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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S形，就好像龙哦。像一条龙，一条龙，一条龙，哦吼。